你们有没有想吃什么菜啊？有啊！统计了，啊，太好了！看一下哦。元旦节的话，想吃什么菜？锅包鱼面、大肘子、瓦斯鸡蛋、瓦斯鸡蛋、糖一裹着的那种瓦斯。你这都是黑暗料理啊！糖醋排骨、小炒黄牛肉、铁板水晶粉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微调吗？可以，有一些我们的拿手菜，对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总得有34号人，有没有什么计时的？我们这没有即可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准备这些食材了？买菜，对，因为时间不够，对，现在要立刻就要去，我们应该是6点钟开餐。因为那会儿其实已经2点半了，菜也没买，哇，我整个人就是很慌乱，就很怕说，崔磊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不了，因为他们的时间是很紧张的，他们是跟时间赛跑的人，所以我们是很怕耽误到他们的，哇，到了，那我们行动起来吧，开始买吧，那我去买油孔了。6斤够了，可以。老板，这个东西怎么卖啊？48块。买4斤嘛，你给我把水控干一点。给我。好。6块。我肯定要把水控干的，你又不能便宜，又不能那个。吃进去的水都要把它吐出来。那块我吊在这边呢，吊个5分钟。大家买螃蟹、买海鲜，一定要给它控干水分啊！对，它不是卖干货，知道吧？卖干货。聊聊天，让它控水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会把这个和你聊天的过程，把它弄成干货。你看，还有这么多水。会员来4条吧。给我。又要把它弄成干货是吧？来2个，带鱼买一点来，老板，我跟你们炒一点，你们平时比较少吃的，一桌2斤，要8斤吗？土豆有没有好一点啊，老板？有没有红色腐乳？好，可以，好，你给我来一罐吧。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好，我们也走了，走了。我们去买点东西，把餐厅布置一下。我回去就先开始搞起来啊。拜拜。